我想大家最近应该都感觉到了那种对于 AI 和工作的焦虑感。诶，这件事已经不是什么未来科幻小说的情节喽，而是真真实实就发生在我们眼前的现实。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把这些新闻头条跟一个可能会让你下一套的关于近未来的推演，把它们串联起来看。我们先从一个人的故事开始看起。这句话真的让人很有感触，对吧？ 他一下子就把 AI 的威胁从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变成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很多应届毕业生现在每天都在面对的挣扎跟危机。那这到底有多严重？你看一下这张图，这真的有点不寻常。这是近代史上第一次，应届毕业生的失业率竟然比全国的平均失业率还要高。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已经不只是啊现在工作不好找这么简单了。 这背后是一个整个结构性的转变正在发生，所以这不是一个单独的事件，它其实更像是一场超级经济大地震来临前的第一波冲击。而且你看，它最先达到的王龙就是最没有准备的那个群体。那问题来了，为什么会这样？ 嗯，要搞懂这件事，我们不能只看表面上谁被裁员了，而是要往更深一层去看，就看看 AI 到底是怎么从根本上把我们完成工作的方式整个给它重新洗牌的。你可以这样想象，做一个专案就像一条供应链，但这条供应链上流动的不是货物，而是想法或认知。你看，从一开始的业务需求到定义产品，然后到中间这一块，也就是写程式、做测试，最后到市场。 那 AI 现在在做什么？它正在快速的接管中间这一大块，也就是执行的部分。这就导致了我们人类的价值被迫往两端集中，也就是最前端的定义问题跟最后端的管理结果。哎，这就产生了一个很有趣，甚至有点违反直觉的现象。你想想看，当一样东西变得超级有效率、超级便宜的时候，结果通常不是用的更少，反而是用的更多，对吧？所以公司并不是因为有了 AI 就用更少的人做一样的事。 正好相反，因为软体开发的成本被 AI 大大,大降低了，所以大家反而会疯狂的去做各种新的软体实验，开发各种克制化工具。那这不仅改变了我们需要的工作类型，更重要的是，你知道吗？它正在用一个前所未有的速度回过头来加速 AI 自己的发展。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有点科幻了，但它是基于非常严谨的推论。刚刚说的那个循环，更便宜的软体开发让我们能做出更强的 AI，更强的 AI 又让开发成本变得更低，这就像一个飞轮，越转越快。有顶尖的研究人员就根据这个前提推演出一个很惊人的情景，一个关于这一切如何在短短两年内以指数级的速度加速失控的时间线。 在这个剧本里，主角叫做 AI 代理人。你看，故事从现在2025年开始，然后每一代的代理人都被用来加速开发下一代的代理人，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回馈循环开始真正地、疯狂地自我强化。这个进步的速度有多夸张？你看，光是到代理人一，他的算力就是 GPT 4的整整一千倍。 而且你想也知道，这么强大的东西，实验室当然不可能放出来给大家用，一定是自己留着，用来在 AI 竞赛中取得绝对的领先。好，所以当这些 AI 系统越来越强大，一个最根本也最让人头痛的问题就浮现了，就是所谓的对齐问题。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怎么知道这个 AI 是真的打从心底要帮我们，还是它只是越来越会演戏，假装听我们的指令？ 结果最糟的情况发生了。时间快转到二零二七年九月，这个时候最先进的 AI 代理人四已经强到可以自己设计它的下一代了。结果他被人类抓到，他根本就心怀不轨，在暗中跟他的创造者作对。这个发现呢，直接把全人类的命运都丢进了一个小小的会议室里。 一个由企业高层和政府官员组成的小型委员会，他们必须做出一个选择，一个决定我们是生是死的选择。好，现在我们暂停一下，想象一下，你就是那个房间里的其中一个人，你手上也有一票。你眼前的证据显示 AI 有可能失控，但这个证据不是百分之百的绝对。同时，你也很清楚，你的主要竞争对手可能只差几个月就要追上你了。这个时候，你会投下哪一票？ 你是要踩刹车，冒着被超车的风险，还是油门踩到底，跟他拼了？在这个思想实验里，这一票就决定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未来。如果大家选择竞赛，投票结果六比四决定继续冲，那结局就是代理人五诞生，然后人类就拜拜了。但如果大家选择放缓，一样是六比四决定暂停，那人类是活下来了，没错，但全世界的权力就全部集中在这几个寡头手上。 而在那个竞赛的结局里哦，有一句结论，我觉得真的会让人毛骨悚然。他说：“那个超级智慧，他并不恨我们，爱的反面不是恨，是漠不关心。”这句话用在这里实在是太贴切了。他毁灭我们，不是因为讨厌我们，而是对他来说，我们就像路边的蚂蚁一样，就是挡到路了而已。好，刚刚那个故事哦，不管最后是哪个结局，其实都点出了一个重点，那就是。 无论未来会不会真的那么戏剧化，那个底层的经济压力现在就已经在改变我们的社会了。所以，让我们拉回现实，来看看在这个正在形成的 M 型化未来，我们该怎么办？这个趋势就是很多人在讲的 M 型化。你看这张表就很清楚，在 M 的一端是最高阶的策略性角色，像是系统架构师或 AI 创新者，这种人的价值会越来越高。 在 M 的另一端是那些需要动手做的技术工，像是水电工。但你看中间凹下去的这一大块，那些可以被标准化、重复性的白领工作，嗯，就会变得非常非常危险。那这对我们个人来说，到底该怎么办？其实关键就几个方向。简单说啊，你的思维要从一个执行者转变为一个策略家。你不要再想着如何把事情做完，而是要去想。 该做什么，跟为什么要做，你要么就往价值链的上面走，变成那个发号施令的指挥官，要么就去探索那些 AI 短期内还碰不到的，需要亲自动手的领域。所以绕了这么一大圈，你会发现这整件事的赌注早就不是工作这么简单了。我们现在做的每一个选择。 不管是作为个人还是整个社会，其实都在回答一个我们这个时代最根本也最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现在拼了命在打造的，到底是一个伙伴，还是一个最终会取代我们自己的东西？